西環摩星嶺道有三車相撞，涉及一架私家車、一架的士同一架冇載人嘅校巴。三部車朝早十一點幾分別沿摩星嶺道東行同西行，咁私家車同的士喺域多利道迴旋處迎頭相撞，車頭嚴重損毀，私家車一度冒煙，私家車司機同乘客受傷送院，警方正係調查事故原因。